加倍赠送，本月参加海捞干脆面游戏，在包装内获得稀有卡，或者集满完整拼图，即可兑换东京全家游机票，或者电动车一台。张开你的脚，伸长你的手，不要通过任何一方，捞不到就别上来了，用力捞，用力捞，捞呀，捞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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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妹这个月的零用钱拿去给开心买斗篷装了。哎，不是，那是你拿了十秒的钱，我又没拿，我干嘛要跟着你走？你得掩货呀。借我车，不客气。但是，你的这个车头好像有点歪了，是吗？好像是被我撞的，修修就好了。可是我没钱修了。没事，我有钱。你这还一下买三本一样的，当然要买三本了，一本舔，一本冲销量，一本收藏。独生子女真好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零花钱都花不完吧？你看看，哪像我，得到的爱永远都只有一半，还要被偷、被抢、被拐、被骗。你怎么这么说？哎，肉，我小白猪里的钱呢？小白猪的钱是去买小巴？对呀、啊，还是限量的。真的？说起来就疼，回忆起来就痛。打是亲来，骂是爱呀、啊。送你。
哎，今天换恐龙了。交换吧，在书包里，自己拿。你书包呢？放家里了。叫猪会起床，我来看猪，猪在床上。大白天亮，叫猪起床，我来看猪，猪在床上。大白天亮，叫猪。我拿一下手机，在口袋里。诗淼，你爸爸妈妈真的都去出差了？嗯，他们出差会连手机号码都打不通吗？手机号？老师，要不然你拨我的试试，如果你不信我磕的话。老师，我跟石淼是亲兄妹。
我们的爸爸当然是同一个人了啊。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我找不到你爸，我就找你妈。老师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看那么大一只苍蝇停留在试卷上，我就想这是同学们最宝贵的东西，我得保护他们呀。所以你就拿剪刀去剪试卷啊。老师，十分他肯定是无心的。无心能恰巧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剪掉吗？我是觉得被苍蝇玷污过的地方不能留啊。老师，你就原谅十分吧。我哥们他人不坏，他就是一个傻。傻？一个傻子能拿着这些无名试卷去叫价竞拍？99分的卷子，这次我们起拍价50块钱，50块钱有没有人要？50、52、53、54有没有人要？55、56、58、58、60、61、61、62，最后你抽到66的卷子给你了。不错，得你跟我的真传。刚才看你演的我都感动了，就是不知道咱爸知不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，咱妈有精神忧郁。我们还挺有默契的，就连假电话都用同一个人工客服。来给你拍。哇，这是小白猪的。哇，这是书包的。你记恨太久了吧。我是老爸的，老爸的事实你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刚刚办公室说好的3个烤肠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当当当，加辣加料，完美女孩的最爱。你一个人吃3根不撑吗？不撑啊。你不分给哥哥一个吗？不分。哥哥饿了也不管吗？不管。嗯。嗯。嗯。就要一口。嗯。哼，以为我还上当吗？不愧是我妹啊。我家不想当你妹呢，不然还有人快点把你带走。爸妈看看你的日记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了。你会怕我日记、啊、开心哥、来十八，你出来，要不然你今天就死定了。你还记得在这条隧道里走丢的小男孩吗？听说他的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，但是呢，就在前几天，有人在这条隧道里看见他了，说他在找什么东西，说他一直在找一条他的小狗。说话。
是成长的烦恼又一箩筐，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。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，再偷偷为你买个冰棒。看我英俊的外表，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，而你只会手舞足蹈。转眼我们长大了，梦醒了，困难都太困难了，怎么面对呢？你还没送戒掉吗？妈，妈，我跟你讲啊，石芬他最近真的太过分了，在早晨的时候调我闹铃，害我上课迟到了。他还把所有的零花钱全都拿去买零食了，然后用完之后还来偷我的。还有呢，他今天上课的时候把人家那个考试卷子上的名字给剪了，还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了，又死人了。他怎么动向还又吓我来着？妈，你又要走？妈妈因为工作的事情要出差几天。要去几天啊？很快。多快？你在家乖乖的啊。我叫我玩是吗？啊，我陪你玩啊。你不学人揍你可当，我文件进入再有主播，我叫你死就得死。别吵了，吵死了。妙妙，你说我妈她会不会不回来了？想什么呢？不会的。啊，不是，我爸妈最近真的越来越奇怪了。哎，我妈突然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爸话也越来越少，而且还天天把自己关房间里。你说我妈妈吧，她好不容易回来一回，她俩就开始吵架。我现在吧，就是担心她俩。哎呀，父母吵架是常有的事儿，而且你哥不是在吗？问他呗。我才不要跟他讲呢，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跟他没关系呀、啊、一天到晚就知道我。嗯，妈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些黑粉又开喷了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石淼，我得去护驾了。哎，没有，奇怪吗？他俩不会要闹离婚吧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呢？还有吗？他俩不一直都这样吗？离了婚也挺好的呀，还能两边拿零花钱。怎么会用你这首歌？我说你呀、啊，能不能别老瞎操心？你呀、啊，要有这些工作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去多帮你哥多吃几包膨化食品，弄张信用卡出来啊！啊！啊！让你急，让你急，让你急！小徐这么幼稚。就剩一块儿，就能
换全家游机票了。吹头发吗？十分，我比较适应。以前是我不好，是我错了。不，以前啊，一直都是我错怪你了。以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努力吧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毒一起给完成，要不然我的小猪猪就白死了。那先把病毒还给我。一定要加油哦。老板，再来一箱。最后一箱了啦。老板，别那么小气嘛。这都第几家店了？你这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当然了，你也不想想我吃这个牌子多少年了，所有的套路摸得一清二楚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相信一哥。我觉得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就像是追星一样，哪有这么容易？那咋办？哎，我现在等十分，集到最后一块拼图，或者是拿到一张稀有卡，就跟登天一样难。要不你试试我升哥的办法，用尽一切手段让他们重温旧情，砰，再次燃起爱的火焰。李兰小姐的花，前面有一位叫李兰的小姐吗？这边请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呀！李老师，你的花。李老师。
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弄这些没用的，你不如把你的酒给戒了。爸，你这至死不渝的鱼写错了。那不是我写的。妈，要是因为这花呀，下次就别回来了，说不定下次还会有手环抱着脚。回来回来，妈想回来就回来。妈，你别听十分的。到底怎么办呀？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越搞越杂？你今天有啥特别日子没？特别日子啊，结婚纪念日啊，情人节、妇女节、白色情人节、元旦、冬至、双十一，总之找个日子来做做文章呗。我的生日。嗯。可是我爸妈他们现在关系这么僵，我怎么把他们凑一起啊？离家出走，这太严重了吧？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真的假的？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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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开心哥要请我吃冰淇淋。真以为我会给你带冰淇淋啊？门都没有。都没人记得我生日吗？既然都不想回家，那就都不要回家。我对这个家太失望了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
请问这饭店什么时候倒闭的？餐厅老板有一天突然不见了，员工们哼，找不着老板，也拿不到工资，都不来上班，就倒了，倒了。怎么都没声啊，吓死我了。哎，我给你打那么多通电话，你干嘛不接啊？这里都变成这样了。你拿到奖品了？必须的，听说到现在都没有人拿到过修卡。幸好你哥聪明如我，还是孜孜不倦地拿到了最后一张拼图。嗯，这车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拉风？骑着上学再合适不过了。嗯，我真是傻，我竟然还以为你是为了全加油，还想着要把拼图给完成。你这么自私，怎么可能会为别人着想？我怎么自私了？我要是自私，能知道你在这儿？你每年都嚷嚷着想要回这里过生日，9月28，我每年都记得。哎，而且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像我这么优秀的哥哥，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了。嗯，哎，马上快12点了，赶紧的，许愿。让我许愿是吗？嗯。那我希望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啊？爸妈感情好不了是因为你，我的日子每天过得像在地狱一样也是因为你，咱家每天过得不像一个家更是因为你。不是让我许愿吗？那我希望我没有你这个哥哥。臭美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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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美生日快乐。石喵，别睡了，我跟你说，比赛开始了，快！
天石峰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？没有啊，他给我打电话干嘛？加油加油！石峰，石峰，石峰。没错啊，对啊，我哥是叫苗世芬啊。你哥？不是，你怎么也跟他一起瞎胡闹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还是不是我朋友了？你怎么跟他一伙啊？我怎么有点懵啊？哎，石苗。我问你，石芬和妙妙什么时候组成兄妹 CP 的？他们本来就是兄妹啊！不是，把石芬书包放在他妹桌上，放学以后帮他拎回家。嗯。全校的人。吃火锅斗地主打电玩，苗石芬，你再骗我一次试试！把你电话拿出来，我打电话给你爸妈。快点！老师，我爸爸他爸爸他。妙妙。你为什么哭呀？是老师吓到你了吗？你快擦擦眼泪。你叫苗苗苗，嗯，你叫苗石芬，嗯，兄妹，嗯，啊，你叫石芬，你叫苗苗，我叫石苗。如果苗苗是你的妹妹的话，苗苗为什么不叫石苗，而我叫石苗呢？如果你是苗苗哥哥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叫苗或者是旺旺呢？石芬石苗，石芬苗苗，到底哪个听起来更顺口，更像兄妹该有的名字啊？你这是新的绕口令，对不对？行，装，继续装，看你们能装多久。
十分呢？十分啊！你儿子你都不认识了？不不不不，我不想要弟弟，不想要。牛排。嗯。你想想，你不是倒闭了吗？没有。看什么呢？就是觉得能看到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真是太好了。昨天妈妈忙没给你过上生日，今天给你补上。我现在真的感觉我超幸福。石淼懂事了，知道心疼爸妈了。我们唱歌，那就别唱生日快乐歌了吧。好，知道石淼长大了，怕丢人。那咱们不唱歌，我们跳舞。已经是妙妙的哥哥了。爸，关灯。来了。这么大了还怕黑？看以后没人给你关灯，你怎么办？手段一听就是那人渣做的，我告诉你要对付这种人，你千万别手软。下次我教你几招。别下次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？那个就在那艾迪的商场的游戏活动，我哥说要多找点人，人多力量才大。你说的不会是那个什么商场捞修卡的那活动吧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傻呀？你怎么可能捞得到啊？我知道，但我哥说要找多了就绑架，就撕票。他要撕你？啊不不不，他要撕我申哥限量版的海报。
那我就跟你说。哎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不是只有小孩子才能上去的吗？呵呵，谁在找你来啊？要不要别怕，跟他拼了！大魔王，你冲我来呀！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加油？休克，休克！我看好你，看好你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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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喵喵！喵喵！加油！加油！你就不能订个外卖送过去吗？当然不行啦！我跟你说，应援餐呢是体现粉丝的爱，还有偶像人气的好机会。那么随便，工作人员怎么会照顾好我申哥？你这三菜一汤，还有水果、甜品、饮料，一样都不少啊！啊，你们这是工作人员不给饭吃吗？还是没有你们家申哥能饿死？哎，你别闲着，你帮我贴贴纸。哎，石帆，你快快快，你帮我分饭，我来不及了。你把鸡蛋放进去。哎，石淼，你手别停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工作人员要比成员少两秒，你千万别分错了。你这还差别待遇？我们粉丝资金也是有限的，好吗？等等，你吃什么呢？哎，给我吐出来！我跟你说，我这是按照分数做的，吐出来！果然。哎，已经十分日理月的别，不是吃个鸡蛋吗？至于吗？那你给工作人员的少分一个啊。这样只少一个，工作人员也太可怜了吧。喂喂喂，你喝什么呢？甜甜水，云云，分给工作人员，这样也行吧。早点带你爸回家啊。
你跟你妹关系真好。我和我弟什么时候才像你们这种相处模式啊？别想了，你们俩兄弟是再婚重组家庭，说白了就不是一家人，怎么可能像我们一样？你跟万幸说好听的那叫客气，说不好听那就是陌生。我们都住在一起半年多了。半年多怎么了？你们喝过同一瓶水吗？吃过同一碗饭，睡过同一张床，撒过同一个谎，两个人干过架没？你跟他还没有我跟开心亲呢。门票钱是不是越退越少了？我都说了你哥是败类，你还不信？他说他下周就把钱还我了。妙妙，快借我50块钱，我要去救万岁。万岁哥怎么了？他跟他弟吵架了。吵架？对，然后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随堂考的时候交了白卷，老师要他把家长叫过来，现在正把他关着呢，所以我得去救他呀。嗯，好，等一下。万岁哥怎么可能跟万幸吵架？就算吵架了，这跟妙妙的钱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如果我就这样去救他的话，肯定会被老师抓起来的呀。所以我就想到了蜘蛛侠，买一套蜘蛛侠的衣服至少要25块钱。然后呢，我再爬着水管上去，飞檐走壁，接着绕过学校教学楼监视器最右边的死角翻进去，然后再给万岁一套钢铁侠的衣服。钢铁侠的衣服至少要30块钱，所以刚好是55。以你的身手呢，从这儿爬到5楼起码要20分钟，这附近都是等着要上课后辅导的人，你一出去就会被发现，否则20分钟内呢你也会被抓到。就算你没有被抓到，很幸运的上了楼，旁边监视器死角到学校后墙根本就没有了，你是要飞过去吗？那我就当你会飞好了。那你觉得老师会傻到让钢铁侠和蜘蛛侠从他眼皮底下溜过去吗？啊，所以你刚就是在说谎，你要买的也根本就不是衣服。你用各种花招骗妙妙的钱，就为了满足你自己，你配当人家哥哥吗？哎，别想了，别想了。奇了怪了，那个石淼啊，简直比妙妙还要了解我。你遇到克星了？才不呢，他肯定是暗恋我，又不敢承认，所以就暗中调查我的喜好。哎。那他应该想方设法帮你攒卡呀，而不是阻止你吧？说不定他已经在偷偷攒着了呢，想给我一个惊喜。老板，再开箱新的吧，这里没有我要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要买赶紧买，不买别乱扒了。你怎么看出来没有呢？我怎么看都一样。这你就外行了吧。稀有卡因为外面有层闪光膜，所以呢重量要比其他具有拼图块的干脆面要重，所以呢我们挑的时候尽量挑分量重、声音摇起来发闷的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小朋友不要这么紧张嘛。啊，不给。我又没说要拿，我就是想问。不卖。我也没说要买呀。不换。小胖子，你能不能听人把话给说完了？啊，不是，你怎么哭了呀？你别哭别哭别哭。哥，他家里问的卡。是谁娶我弟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就是问。他还说我胖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连话都没说完呢。开箱岁，
你们应该很少有机会需要养食人吧？然后呢？跑！跑！快追！别跑！哎，那不是我哥吗？报警！啊！等什么？赶紧给我杀！小姑娘，来凑什么热闹？赶紧回家喝奶去吧。放下，放下！老实一点啊！别动，别动！我可得着！别哭了，别动！还哭啊！上了报头，别乱动！蹲着还能哭啊？可以啊，拳脚不错啊。你还开心？你以为我是在称赞你啊？哇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苗十分。你呢？十秒。兄妹俩。嗯。说吧，什么原因？他们欺负我妹。嗯，真的没有嘞。欺负？嗯，没别的原因。嗯，把你们家长叫过来，签个字，带你们俩走。你们俩让谁打电话？他。你打。没人接，可能我妈在忙。别骗自己了。啊？你明知道妈说加班是骗你的，她不会回来了。妈之前跟你说她去出差，其实她是搬出去住了。对不起，妹妹。其实，爸爸妈妈早就分居了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妈妈之前想跟你说，但是被我拦下来了，因为我怕你接受不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好，没想好要
怎么告诉你？告诉你，我们也要分开了。Give me five. 你刚刚说你……你是不是特别感激我？我刚刚是不是演得特别好？为了报答我，哎，请我吃个冰淇淋吧。从小就爱欺负我。你为什么怕黑呀？以前被一个人吓过。那你知道怎么样才能不怕鬼吗？怎么样？白龙马。嘚儿朝西，丢丢丢丢，驮着唐三藏和那仨徒弟，西天取经不容易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什么妖鬼怪，什么美女花美，什么刀山火海，七十二变之力，我头上有金身。我有一个小秘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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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秘密。哥，你不是说我们分头跑回家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回来呀，我是半路被甄开心拉去打游戏了。哎，这个电灯泡也在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家吃饭，回家吃饭。哎，十秒，你也一块吧。哎哎，哥，过来，开饭啦！噔噔噔噔。我把之前的土豆炖牛肉进行了改良，加了香菇和粉条，怎么样？应该够我们三个吃的了吧？嗯，算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师娘，我们点外卖去啊。哎，吃什么外卖啊？我保证，虽然不好看，但是肯定很好吃。而且我的香菇和粉条都是昨天刚买的，怎么说也算是个混血剩菜吧。嗯，就吃这个吧，一看就很下饭。我为什么没有跟你提离婚？还不是因为两个孩子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已经受不了了，咱俩到头了。你们就不能在外面吵完了再回来吗？万一被妙妙听到怎么办？
妙妙迟早会知道的。她要知道也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下知道。妙妙还有同学在家呢，叫妙妙出来，让她知道她老爸是多么的无能。妙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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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妙妙。你觉得我哥怎么样？我对追星没兴趣。我说的不是申哥，是我哥十分。十分？你要是喜欢他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怎么不跟你妈一起走？你妈为了你不肯跟她的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心。跟女人住一起多麻烦，一个啰嗦，一个幼稚。我想过爷们般的生活。你是不忍心抛下我吧？你是怕老爸又醉在路边没人捡回家是吧？我哥非要我陪他玩捉迷藏，我这不没办法，陪他玩一会儿呗。捉迷藏都多大人了，你肯定又把他给忽悠了。课程多少钱？两块钱，一家拉就好。小芳姐，你呢？我也加点拉吧，多加点。好。你又耍妙妙干嘛？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打完这盘，你先等我会儿啊。我呸！你说是捉迷藏，你找他去了吗？这么耍妙妙有意思吗？我哪找他了呀？我打完这盘，我就去找他呀。那我带妙妙回家。我爸妈在家吵架呢，再给我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就好。老板，给我也来四根。对了，多方辣椒，我妹超爱吃辣啊！哎，对了，要煎熟一点，焦，千万要焦，我妹就爱吃焦的。再来呀，你要不要？阿姨好。嗯，又给你妹妹买烤肠吃了啊？对啊，买了一个给她补脑。哦。我妹没有你聪明，她不会怀疑我说的话。我父母感情不好很久了。我爸更是有酗酒的问题，为了不让我妹发现我爸每天醉醺醺的回来，我都会故意捉弄他，或是调晚他的闹钟，让他晚一点起床，这样我好有时间去收拾我爸的红酒瓶。大白天亮叫猪起床，我来看猪，猪在床上。迟到了，出门了。你是我妹最好的朋友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不被戳破的话，以我妹的智商，她是很难发现的。嗯，你为什么不和妙妙说实话？在我妹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我不忍心破坏她对这个世界的想象。我们的父母不是因为相爱才生下我们的吗？那为什么不爱了呢？那她会不会以后也不爱我了呢？
我都能想象得到我妹的小脑袋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我还是没想好要怎么去向她解释。其实我早就了解，与其让两个不相爱的人勉强在一起，彼此都不快活，还不如早点分开，各自快活些的道理。但是能晚一天让我妹失望，我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噔噔噔，加辣加料，完美女孩的最爱。有什么办法能让不小心消失的人变回来？再回到同样的时间和地点，重新许愿试试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还必须得在生日那天许愿才行？那不得再等一年吗？你过的是农历生日吧？我爸妈每年都给我和我哥过农历生日。那你知道今年闰九月吗？闰九月。每四年都会出现一次闰月，但是闰九月十分的罕见，过了今年估计还要再等90多年才能重新出现，所以你可以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再多过一次你的农历生日。不过我有点事情非常好奇。是啊。从你表达的情况来看，也就是说十分是你哥哥的时候，你们相处的并不算愉快。他，我跟你讲，是我见过天底下第一烦的人。所以你要拯救妙妙。妙妙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嘛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负担这种累赘呢？对吧？而且因为我哥变成他哥的关系，就连我父母不好的关系也变成了妙妙父母的关系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他们现在都已经分居了。所以你还是觉得妙妙正处于水火之中？
你爸呢？我不是让你带你爸一起过来的吗？我以为他先过来了。他这个人还真让人不省心。或许他是不想跟你离婚，所以故意不来的。十分，你恨妈吗？其实你跟爸离婚，我觉得没什么。我也不觉得你们谁对谁错，我只是担心妙妙，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你们离婚协议下来了，我要怎么告诉她？她以后该跟着谁？她需要转学吗？如果她转学的话。你要跟我一起去申哥的签售会吗？别去签售会了，跟我走啊！去哪儿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石苗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快来不及了，什么来不及了？申哥签售会快开始了，你要去的地方，我们下次再去吧。你爸妈都要离婚了，你还担心你申哥？你现在去拦他们还来得及？你听谁说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石芬也在。石芬，停车！我不去，也不相信。我哥都说了，爸爸妈妈没什么事，就是吵吵架而已。你爸妈都要离婚了，你一点都不着急吗？你哥总是什么事情都瞒着你，把你当小孩看。但我知道你一点都不想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让你爸妈离婚，你爸妈要是真的分开，你就没有家了。你们不可能一家四口在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喝东西。他们甚至会组成新的家庭，你和你哥怎么办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你总喜欢当面拆穿我生活里的一切，然后表现出全世界只有你最懂、最明白的样子吗？石淼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和我哥、我家人世界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管了？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还有，别再缠着我哥了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吃啊？你不是挺喜欢吃牛排和烤肠的吗？没有啊，嗯，好吃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咱家那冰箱里最近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我都是吃妙妙家蹭吃蹭喝的。还有那个楼道，你说那个光，它怎么还不好呢？都坏多久了？我每次回去时候都撞墙。哎，你看，就是。当时撞的我可疼了，一头就撞上去了。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下周学校就要分文理科了，你们说我学文还是学理啊？什么呀？我现在就想着说，学文的话吧，我这个记忆力不行；学理的话吧，我这个数学有点烂。我到底学哪个？什么呀？爸爸妈妈有话要跟你说。妈妈和爸爸想……你们是不是要离婚？我就说孩子能看出来，你还非得让我跟你一起演。石淼，既然都看出来了，那你选吧。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，你打算跟谁？我谁都不想跟。石淼，我就想跟我哥。啊？你们感情不好。
要离婚，我没办法，也不想阻止了。可是我不想跟着你们俩。家长会你们去过吗？我怕黑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出水痘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？我哥他总是故意拉着我出二中密藏，就是为了不让我发现你们两个人又在家里吵架。小学三年级，他这里坏了一颗门牙，你们说你们忙来不及带他去补牙，然后他就疼了整整几个多星期，可他还是每天都想着要怎么逗我笑，怎么逗我开心，为的就是不让我发现你们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我。所以其实我跟你们两个谁也不熟，我谁也不想跟，我只想跟我哥。石淼，我小的时候每个周末都是在这过的。我也是。那我怎么有见过你啊？那你对这儿还有什么回忆吗？比如说你在这个门口摔过一跤？有啊，小学三年级，我这颗牙换牙之前就是在这摔断的。那你再回忆回忆，当时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谁？我妹啊。你这些东西都是珍藏限量版，你舍得卖吗？你要卖了？你疯了吧你！哎，这是你吃了不知道多少膨化食品才换回来的东西，就差一块了，你卖它干嘛呀？你是缺钱吗？我可以借你啊，我有一整只小白鼠存菌罐，真的。我收集拼图是为了给我妹换电动车的。电动车？嗯，我妹妹特别羡慕你有辆电动车可以骑着去上学，所以我就想我要收集拼图给她换辆电动车送她做生日礼物。可是与其因为收集不到最后一块拼图而浪费前面99块，不如把它卖了换个好价钱给我妹买张演唱会的票。怎么会收集不到呢？你再努力一下不就有了吗？我没时间了。妙妙的事情我很抱歉。没关系了，他要怪呢也是怪我，我以为我可以保护他，却没想到可能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伤害。你是个好哥哥，妙妙他一定会理解你的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你看我干嘛？回去了。
欢欣，嗯，你了解你哥吗？十分哥怎么了？我到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我曾经很幸福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。十分哥刚刚去办转学了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所以你许的愿望是让妙妙的哥哥消失吗？鼓瑟吹笙。我有佳音，鼓瑟吹笙。十秒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开心哥，你一会儿千万别太早把我拉回去。还太早吗？嗯，太早。等会儿外套不要脱，直接把绳套在外面。喜欢我哥，哎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是开心哥，那你替他这么拼命？我明明是替你拼命，好吗？替我？嗯。这卡给你哥换了电动车，是要给你骑的。你是说，我哥骑卡是为了我？嗯。
我要电动车干嘛呀？还不如换全家游机票。哎，别别别，千万别！就算你们一家四口真的出去玩了，你爸妈感情还是会散的。哦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是你让我知道的。你让我发现我哥有多么好，而我有我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。你错了，妙妙，你才让我发现我哥有多好，而我曾经有多幸运的人。我要谢谢你对我妹这么好。哎，我之前还以为你喜欢我呢，所以才想着帮我收集拼图。我原来也有一个哥哥，他和你特别像。跟我很像？像我一样帅吗？他特别自私、小气、幼稚。他过节的时候自己不买鞭炮，带我去蹭别人家的炮上。一顿饭做完之后可以吃一个星期，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那菜到底长什么样子了。他常常借了我的钱去还我优惠券，喝我的饮料，抢我的烤肠，还蠢到上学忘带书包。你这么说确实跟我很像。我以前真的特别讨厌他，很讨厌很讨厌。可是后来他走了之后，我才发现其实我还挺喜欢他。那他去哪了？在我面前呀。他被我弄丢你在这把你哥弄丢了。你对这儿有印象吗？有啊，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和我妹来这里过生日，不管是我的蛋糕还是他的蛋糕，我妹都坚持一定要一人一半，她生怕我占到一丁点便宜，所以每次切蛋糕的时候呢，都小心再小心。为了两块一样大，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。我现在想起来还想笑。那是我，不是妙妙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
我就是突然想起来，小的时候呢，我和我哥也经常在这儿过生日，所以特别怀念。这么说，你哥是在你生日当天不见的？我的农历生日，9月28号。9月28？那今天几号啊？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快，趁现在还没12点，赶快许个生日愿望，快把你哥找回来。哎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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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我能再许愿一次，我希望把我哥带回来。不管我哥在哪里，他都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谢谢你今天帮我过生日。其实刚刚忘了告诉你，你牙上有东西。啊？你牙上有特别大一块脏东西。不是假，你呲牙，呲大一点。以后都要这样笑，这样笑才好看。我烦人！啊啊啊！嗯，那我走了。我也要走了。上学别再拉书包了。噔噔噔噔，加辣椒加孜然，完美女孩的最。我买的，应该都是你爱吃的。这些都是十分特意嘱咐我的，啊。十分？啊，是啊，十秒。十分走之前跟胡叔叔说了好多你的事儿，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妈妈一直忙着工作，对你关心少了。我一直以为十分在你身边带着你，所有事情都万事大吉了。但妈妈保证，从现在开始，妈妈要全身心的关心你。哎，十秒。
妈妈和爸爸说好了，你跟石淼留下来，妈妈马上升职也会加薪的，有能力照顾你跟石淼。胡叔叔会对你们很好的。妈，我决定了，我跟老爸回老家，石淼跟着你就好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希望跟石淼分开吗？我是不希望跟石淼分开啊，可是如果石淼跟着我的话，他就一定会转学。你也知道，石淼从小就害羞，怕生也怕黑，如果他转学的话，肯定很难适应的。不会的，你们跟着妈妈，他不会转学的。我跟石淼跟着你，那爸爸怎么办？他现在没有能力去照顾任何人，所以我才要跟着他。你有胡叔叔，石淼有你，可爸爸有谁啊？石帆，如果我不跟着他，就真的没人照顾他了。以后你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，有几件事儿我想跟您说。啊，行，那我记一下啊。石淼脾气很大，但是胆子很小。啊，胆子小。晚上不要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要记着给他留厕所的灯。啊，留灯。别把他当小孩，他希望别人重视他，征求他的意见。如果他盯着一个东西，眼神超过3秒钟以后再离开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其实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，只是怕花自己的钱而已。怕花钱。他特别喜欢吃路边的烤肠摊，尤其是学校门口那一家，因为那家烤得特别焦，会放特别多辣椒，还有孜然。哦，加辣加孜然。他会说他不想学功夫了，因为都没有男孩子喜欢他，但是一定要他不要放弃，要继续学下去，因为功夫可以保护他。而且一定要告诉他，他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喜欢他的男孩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当了石淼的哥哥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了。没落东西，我带书包了。你把我落下了。
把我哥带回来。